福音，记载当耶稣付出最后的下气，圣所里面的帐幕从上到下裂开，一分为二。圣所里面的帐幕是围绕住在当中的至圣所，为了同外间隔离。在至圣所里面摆放了储存十诫的玉柜，是象征住那位临在在度的标志。只有第四阵才可以入去这个神圣的地方，是一年一次为了替以色列人民做赎罪的礼仪。而当耶稣死亡的时候，至圣所外露出来，就是要表示出天主不再在帐幕后面，而是从今以后要临近所有的人。圣保禄讲过耶稣即使自己空虚，他掏空自己所有，他掏空自己所有的一切，包括自己的个人主义，还有愤怒、恐惧、焦虑，同埋重视他人点睇自己等等。佢都一一放下，佢要同天父冇咩分别，因为冇咩嘢可以将佢同天父分开。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天主的旨意而做，所以耶稣是完全跟天父合而为一。同样为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要有同一样的目标，如人天主临近自己。但是假如我们的生活都捆绑住各种担忧、渴望、疑心、恐惧和怨恨等等，天主怎样可以临近？我们一定要移除所有这些障碍，所需的是要放手，将一切利益、希望、计划、抱负交托天主手中。其实敢去过爱主爱人自己的生活，我们只会得到和万有之源的天父一起生活的机会。而这种生活方式即是耶稣所示范的方式，通过十字架的道路
去愛到底的方式，到最後成為復活新的生命，和天主永遠共用合一的生命。但如每個基督徒的生活都要好像聖波羅咁講，我生活而不是我生活，而是基督在我內生活。